在我回台湾之前，没想到我的家人先踏上了澳洲的地。3年没见了，我爸妈突然多了个女婿。他们说这段旅程的目的不是来观光的，而是来跟我生活的，例如说一起煮煮饭啊，看看电视，玩玩电动，顺便监督一下我们两个的厨艺，确保我们在海外没有炸厨房。事实上，90%他们都在观光。我的海外生活几乎跟疫情同时启动，一直很想带他们来看看我生活的地方，让他们看看我都在搞什么，也看看我上学的学校。我真的很谢谢他们，冒着飞机被延误还有回去隔离的风险，特地来参与我生命中的几个里程碑，没有他们的支持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我。不用戴口罩。No， 不戴。No。你说阿妈，你好可爱。那这不就不能乱说？没关系。晚安。睡觉，拜拜。晚安。阿妈晚安。